我的翅膀呢？起飞，战斗机。来把杰斯，杰斯都多长时间没玩了。你要干啥呀？你扛多少兵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操，挺能闪的，我寻思不交闪呢。二段扣打不着他呀，他闪啥呀？你妞什么妞你？你妞？你有什么好妞的？我就没明白了你。啊？妞什么妞？妞什么妞？妞。二级居然不需要W流，你说这铁男走位吃头，你没看出来他不服吗？你没有看出来这个铁男就是，哎，我不管我到底怎么样，我就必须得干。回家了，我其实回家挺不划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家相当不划算了，他没有血，我有血，只不过人家赵信搁旁边，我不好那啥，不好蹲他。你瞅你像个傻子似的，我是看不出来你旁边来人了是吧？我是不是看不出来？我给你一刀。你还瞪我回来？把你给瞪死，你还把我往回瞪，今天我都不回家了兄弟。嗯，这个兵线我就放在这里了。马上下波，我们升六有点盐，可以干他一波。别看我才一个多兰顿，可以打。原始人崇拜我，扣一、扣二、扣三，练住平 A， A 小兵，平 A， 平 A。A 开大招套点盐，一段扣还扎一刀，二段扣扣一连。一开始先别升级，升级他直接跑了，你知道吗？先不升级，我们留不住他一套。
回家了。我好像有点无敌了。他们的惨叫声就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虫鸣。还别急，一会儿他快送回去了，我不会送回去的啊。现在是旗杠一，薅着别起来就行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链柱扎一刀，三段扣，隔血战斧接平 A， 再接平 A。扣一一段，二段扣，哎，每一回他都能感觉到我要闪现，真的是厉害。真的是很厉害哟。下回我不闪了，下回我让他交闪，俺俩闪现不同时放的吗？哎，下回我们不交了，让他闪。啊，下回直接放扣，我们这吃一堑长一智，省得老我闪他闪。哎，对，下回让他白丢。我可血战斧了，他马上有点炎，这波不能打啊，我们回家。不要给他任何的机会，一点机会不给他。这个铁男如果给他机会，那么我们肯定是玩不了，因为他是乱打的，他不按章法来，你知道吗？插个眼儿，刚才我想 K 那个蛤子的，没有啊，这全部都差一点啊，都是短了，扣一扣快了。我先可血战斧，你好像打不过我呀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三段扣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一好踹。不拆了，来一波虾仁诛心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扎一刀，三段扣 ，A 可血战斧平 A， 神志不清了。
他是不是以为铁男这英雄是无敌？有那么无敌吗？有没有红 buff？ 没有，没有，我继续跟着铁男玩吧。慢慢跟他玩，就上路跟他打吧。那赵信来，赵信也得死，我们就不去帮队友了。这把的队友根本都不用我，不太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上路玩就可以了，就一直跟着铁男玩。可血战斧链柱一段 Q 二段 Q 扎一刀闪现三段 Q A 一下一走，哎呀，吸不上来，有点盐。来点什么呢？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。死亡之舞。好球。三滴血，情况不对，要赶紧杀人了。 Q 一薅着二段 Q 扎一刀三段 Q 一过来可血战斧跟我跑，薅着我看你往哪跑来。你说你能往哪，又能往哪里跑？你是这个死追，好勾一段 Q 二段 Q 三段 Q 一过来扎一刀，和血战斧接平 A， 平 A 一段 Q 二段 Q 三段 Q 一死。哎呦，我杀了来吗？坚持住来吗？来吗？我来了，来吗？我来了，信哥，信哥，我来了，信哥。信哥，信哥，我来了，信哥，嗨呀，信哥，信哥，你说早死晚死不都一样吗？你说非得这么慢，死的也太慢了。人家薅着都活了，你像个人吗？你说。你像个人吗？哎呦啊，漂亮踢球，好球，这边球踢的可以啊。
给好的一个波波。